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一张幸运777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100元，头奖奖金有70万元哦，有超过8万个700元含以上的奖项呢。然后头奖奖金70万元，希望这一张尾数56号的有机会可以中奖吗？好，马上来刮吧。这是尾数56号，先来刮右边这边好了，右边这边游戏说明在下面这里。在任意对角线、直线或横线刮出3个07，即得奖金栏奖额。好，马上把它放大一点，来看一看，放大奖金栏，看看奖金栏是多少吧。你来刮，尾数56号会不会中奖呢？谜底揭晓，300，来中个300也不错啦。好，来看看第一个是右上角这里是07，再来嘞。04，下面是多少？08，哇，只有左边这边是07，没关系，来看这一个，哦，这个是07呢，还不错哦。这样子再看中间的，中间会不会也是07的？哇，中间是04啊，那下面呢？下面是07，所以呢，照这样看起来，只剩下这边可以连线了。所以下面这边这一条跟这一条都不可能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里也是有可能的，因为如果这样子，哎，不过这样子没有用，这样就可以连线了。所以这边是07、02，好，来看看右边这会中呢，会不会中300元呢？就剩这一格了，这一格如果是07就中300，如果不是07，那就只能玩左边的了。来个07，哇，02啦，所以右边这边这一个300元没中啦。检查一下，777是这样子的，没有连线。OK， 好，来刮左边这边吧。左边这边，来看一看，游戏说明在上面，刮出3个相同金额，即得该奖额，或者刮出1个7，即得奖金700元。还没有刮到这个过呢，七已经刮那么多张了，一本里面到底有多少个七啊？有多少700元啊？一本，真的都没挑到吗？真是的，来。100，再来100，2个100，回本也不错啦，就免费玩一张嘛，对不对？玩免费的娱乐一下也是不错，总比乌龟好吗？对不对？再来个100啊，再来个100，没有300，哇，要再来个100，来个100嘛，来个100就是免费一下了，700、100、7万200、300，应该有个数字吧。好，深呼吸一下，来个100，100免费玩一下嘛，100，100，哦，不错啦，100，像这张就免费的娱乐了一下，对不对？下班休闲一下咯，玩个刮刮乐娱乐一下，免费的。好，就来总结一下吧，这一张售价新台币100元的幸运777刮刮乐尾数56号宣告中奖。中的新台币100元，那就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